原标题，项羽分封了18个诸侯，与刘邦的楚汉战争时，为何无人相助？欲望是一个万丈深渊，往往会把人拖入怨恨、争斗的漩涡。今天，我们来说说项羽的分封诸侯。在结束了秦的严苛统治之后，项羽分封了18个诸侯，把既得利益分配给了各路诸侯，但是在他和刘邦的楚汉战争时，为什么没有人出来帮助他呢？公元前209秦二世元年9月，陈胜等人起兵反秦，天下呼啦啦刮起了抗秦大风。浙江会稽太守殷通心底一阵荡漾，他也计划起兵，希望项梁和桓说能够在他手下为将。